喂，北大中文系吗？对，我是中文系，您找哪位？李红老师在吗？不在，他在楼下复印呢，您找他有什么事？他回来以后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我叫玛丽。好，我一定转告他。他知道您的电话吗？知道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玛丽吗？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了？是啊，现在你做什么呢？在休息呢。告诉你，明天晚上有个圣诞节晚会，请你参加。好，我一定去。晚上8点，我在友谊宾馆门口等你。王老师也去吗？去，跟他先生一起去。那好极了。